Hello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今日咧嚟到玩呢一个嘅 Pixel 网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我自己嘅 server 啦，大家有睇过我上一集都知道啦，咁呢个 server 就系我自己整嘅，咁就有人喺呢一度嘅都系啦，咁我哋嚟开始啦，系啦，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初始嘅地方啦，系啦，呢度就乜都冇嘅，系啦，欢迎嚟到呢一个 Pixel 网啦，咁暂时未有正式嘅 server，OK，咁啊，你究竟惊啲咩咧？好，睇一睇呢个先啊，呢、這个 NPC。鲤鱼王大叔，知唔知鲤鱼王？我嘅祖父祖母曾经讲过见过金黄色嘅鲤鱼王，为咗钓上去啦，我已经喺度50年啦。啊，我就想食金色、金黄色鲤鱼王嘅肉啊。OK， 咁咧，大家可以见到我身上咧，其实就依家乜都冇啦，因为我自己都想喺一个初始嘅状态去到玩呢个 game 啦。但我之前咧唔小心揿错，就洗咗自己啲精灵，所以我只伙伴精灵咧就冇咗嘅，依家系咁啊，得翻只小火龙。咩小火龙咧就乜都冇啦。原本应该正常佢系有呢一个嘅嗰叫做咩命中注定嘅伙伴嘅，咁但系因为佢唔系初始嘅精灵嚟啦，所以佢就有啲古怪。咁我会将佢放生嘅，其实啊 ，OK， 咁你先将佢放住。哇，咁大只嘅，同埋有啲窒窒地啊 ，OK。好，咁啊嚟到呢度先啊，新手禮包可以去到穿一拎啊，系啦，呢度传送区啦，咁啊踩咗压力板咧就可以传送噶。好，入就入啦，咁多嘢讲。好，咁呢度我究竟攞唔到精灵球咧？如果攞唔到都几麻烦，应该攞到啊。攞到 OK， 咁我攞到10个精灵球嘅话咧，咁就可以去捉精灵啊。咁我只小火龙应该系会放生佢嘅一阵间。OK， 哇，尼多拿 ，OK， 尼多拿，我哋唔捉啦，我哋终于可以开始旅程啦。虽然话就系 Pixel 网啦，但系咧都可以做一个嘅 Minecraft 嘅一啲建筑啦，所以都睇下大家点玩嘅啫。呢度哇，有个训练街咯，呢个系咪啊？我呢个唔系训练街嚟嘅，头顶冇 level， 即系唔系啦。我哋不如捉一捉尼多拿先啦，不如尼多拿叫你啊，16level 啊，呢度有个人喺度啊。好，我哋唔好理佢啦。咁少精灵嘅，好似点解成个地方，我边度放啲熔炉喺度？呢只我可以捉一捉啊嘛。哇，23level啊！咦，古月鸟喎、啊？古月鸟可以捉下，我试下先。古月鸟几多level啊？33level，睇下捉唔捉到先。哇，直接唔知抌咗边喎？精灵球啊？精灵球去边啊？抌完佢之后，入咗，有冇机会？挣脱咗。个精灵球咧，我喺度 ，OK。都系挣脱咗，好，再嚟个，再睇得唔得？如果得嘅话就发达噶啦，其实斋用10个精灵球抌落去，中系咪？又挣扎咗，哇，成个炸烂咗，好似系可以再整翻出嚟嘅。系咪咧？系啦 ，OK， 可以整翻出嚟。哇，唔得，抌多个算啦，唔得就由佢啦。因为佢30几level咧，好难捉，不如捉啲低 level 啲。都系唔得，咁啊由佢啦呢只，我觉得捉唔到噶啦，搵啲易捉啲嘅精灵啦。喂，火箭鸡、啊，有冇人噶？我哋又爆咗。火箭鸡捉到系嘛？希望捉到啊，10零level，定系我打一打佢先？捉到啦。唔系。咁我哋打一打佢先啦，用我哋嘅小火龙，我哋小火龙打一打佢先啊！呢度12咧，搲佢啦，炼光石火 ，OK， 咪搲咗好少，好合理。好点？找，再找多下，应该可以抌精灵球啦。OK， 差唔多，抌啦，精灵球去，精灵球喺边啊？有精灵球 ，OK， 得翻两个精灵球呀 ，OK， 唔紧要啊，希望捉到。两个应该得嘅，低咗血应该得嘅。哇，真脱唔好啊，大佬，千祈唔好。有冇火技？冇火技。哇，咁我要即刻抌咯，我要即刻抌精灵球咯。哇，大镬啦，抌晒10个，乜都冇唔通。唉，点解要咁样啊？10个精灵球冇晒，抌咗古月鸟都抌咗几只。唉，唔多点。有雞肉啊，仲有多个精灵球嘅，但系我唔相信呢个精灵球可以捉到嘢咯。我睇下附近有啲咩可以捉啦，有角色嘅，5level 15level，哇 ，OK 得迷信者，跟住打佢，我冚都唔死你，哦冇中到啊佢嘅攻击，咁然之后咧就获得咗2000蚊，因为呢一个咧我系有一个
每日可以挑战一个机会啦，咁打一打咧就二千个币，即系2000蚊啦吓。咁然之后我去买精灵球啦，要咁睇下啲精灵球，超级球594啦，哇好贵嗰啲精灵球，我哋买啲超级球啦，哇哇哇，冇晒钱啊！唔系话哇，真系穷到窿啊！50啊，呢秃鹰唔得唔得，去第二度啊！我应该要去沙漠嗰边，沙漠啲虫其实劲啲嘅，老实讲普遍。我哋过去沙漠嗰度啦，呢度 OK 好啦。之后咧就话呢啲系一啲经验啦，唔系一啲任务咧。见到个头顶咧有感叹号，即系代表有呢一个叫做任务啦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小拳石。哇！小拳石同我打，哦，小拳石好似可以捉喎，捉一捉先啦吓、啊，即系作为呢一个嘅岩石系捉一捉啦，见到7% 血得翻，睇下有冇机会啦，希望可以用到呢个精灵球 ，nice 用到，哎，好波啊，好波啊，终于捉到虫啦吓、啊，小拳石，咁呢个小拳石就咩嚟噶？马夫啊，加特防减特攻啊，红色应该系。加系嘛，冇记错，睇睇先，唔系好记得呢、這个系，我、呢、這个冇乜冇加减，呢嘢喺度嗌土地龙诶呢个土龙弟弟，土龙弟弟就唔够打啦，咁高咧点打？咩嗰只大鳄蚁喎，沙漠蜻蜓，我记得呢系沙漠蜻蜓，25咧又唔够打啦，指天蝎呢边咧？穿山鼠话系两个打交嘅喺度，又系呢个天蝎啦，呢个系咩嚟噶？呢只？咦？哇！呢个龙头地鼠嚟，要打喎龙头地鼠，龙头地鼠几劲喎，其实，哇，好肚饿添，大王，我仲喺度谂紧咧，我应唔应该 set 做呢一个叫做，即系要食嘢咧，好似唔系好应该，都冇时间去赚，即系都冇时间去整嘢食啦，真系阴公。得一个面包嘅，即系基本上咧，如果你想喺呢个 Pixel 网嘅世界生存，你首先要嘅系揾嘢食先。啊，地面啦，我哋用小火龙单人挑战试下啦。哇，好似好劲我嘅阵容，掂两只火系一只超能力，一个伊本，哇，超大只。哇，系好似好劲咁啊！对面龙色呢只，哇，掂唔掂啊？哇！哇死咗啦！唔系嘛？哈，咁难打嘅，做乜只嘢爆炸死咗嘅只小火龙？其实呢度都唔系话好多好嘢嘅，因为其实咧，我觉得 Pixel 网第一只要捉嘅应该系捉啲识飞嘅精灵啊，识飞嘅精灵好似紧要过捉只劲嘅精灵咯，因为你识飞，你可以去其他地方打下啲 NPC 都好重要。所以我谂应该要揾啲识飞嘅喺附近啦。雷电兽，好，哎，鬼剑、啊，鬼剑我都想要嘅，其实26咧鬼剑唔好啦，咁样26咧鬼剑唔好啦。啲树熊啊，真系喺上面住嗰啲树熊咁得意。哇，钢鸟，钢鸟几多咧？睇唔到钢鸟，钢鸟14咧。喂，哎，中系咪？哇！唔系你嘅小猫怪，快逃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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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哎，中啦！小拳石中咗 ，OK， 唔紧要啊，我哋照打住佢先。玩泥中唔到，我哋撞击佢。我哋慢慢打呢度 ，OK 嘅，冇问题。我哋慢慢撞，哎，好啊，死咗 ，OK， 唔紧要。哎呀，小火龙冇火技。我們用龙色呢度，哇球好少、啊，但系唔紧要啊，有信心嘅都，哎麻痹佢 ，OK， 有冇药啊？好似冇药，啊系冇药，我自己冇整到一个药包，哇就嚟死啦，冇啦，我哋要抌精灵球啦，冇办法啦，抌个精灵球先，有干鸟得天下呢、這个位，捉到，捉到，哎呀挣脱，搏杀，我哋用多次啊龙色。哎呀，死咗！你打死咗啊？得，我捉佢呢度。
希望捉到佢啊！一下超级球，佢系打完嘅，应该扣好血嘅，应该捉到嘅。喂，掂 ，nice， 独角西游，好嘢！哎，可以骑 ，good 啊！可以骑重，可以飞嘅重，哎，掂。咁啊，唔使自己跑咯，哇，几好喎、啊，哇，超多血嘅、啊、嘢，超正喎、啊。OK， 诶，翻嚟回血啦，好。咁只小火龙其实我就会舍弃啦，因为呢一只小火龙唔瞒大家讲啦，呢只小火龙系整出嚟嘅，咁所以就我觉得系不化啦，所以就放生佢啦。然之后我哋用我哋嘅岩石队，我哋嘅岩石队冇问题嘅、啊。我哋读个西游高高，咁得翻一个精灵球咯，阴功咯，仲有冇识飞噶？哇，跌大镬，跌咗落水。跌咗落水，铁甲西游要死嘅，独角西游要死嘅。好啦，咁啊上去睇下有冇啲咩飞行系嘅可以捉啦。即刻捉完即刻飞有冇咧？嚟多力落呢啲雀仔好似唔得喎，呢雀仔唔可以即刻识飞喎。呢只冇黑鹰啊，定系中间嗰只嚟噶？中间嗰只嚟嗰啲就好似系，系嘛？得唔够高，头扎得唔够高，佢唔肯落嚟喎，走！哇，走到劲远佢哋，唉，好啦，放过佢一马。呢度有精灵球喎、啊，呢度有个精灵球、啊，隐藏道具啊嘛，呢、這个系所谓嘅向尾猫的尾巴、啊，在野生精灵对战绝对能逃走。OK， very good。哦，嗰只蝴蝶啊，咁啊蝴蝶应该唔识飞啦，我估。其实呢度都冇乜精灵可以拣，唯一最好嘅地方真系捉一只劲嘅。劲嘅呢一个飞行系，然之后飞去其他地方再捉啲劲虫，唯一系咁重搭，应该重搭死啦，系咪啊？咁你都唔死，好嘢！叫声，哇 ，nice！ 已经就死咯，我落点？哇，飞天螳螂、啊，哇，五十咧！影分身一翼击落去，哇！喺扣咗咁少啊，再击落，有机会噶，有机会赢啦，37嘴怼多下呢度，哎呀死咗，输啦要，揸下呢度，冇啦，一击必杀，哦唔系呢个系小拳石，免于一击必杀，好啦输咗啦呢度，快啲俾我走啦唔该。好难玩啊！你 game， 不过其实都好嘅，可以咁样越级挑战啊！即系你可以用呢啲超高咧嘅，唔系超低咧去打超高咧，然之后换经验咯。其实都可以嘅，都 OK 嘅，我觉得。